三個前國泰機師早前確診新型肺炎，衛生署將會調查係咪有人違反規定，唔排除檢控有關人士。 国泰航空调查报告确认三个机师入住德国法兰克福嘅酒店期间，曾经几次离开房到访酒店附近地方，亦都曾经外出同朋友会面。卫生防护中心认为三宗个案极可能互相感染，或者由酒店外面一个共同源头感染，酒店内有爆发嘅机会较低。 经调查之后，112个住同一间酒店，但冇同患者喺酒店外接触嘅机组人员获准离开检疫中心，但有10个密切接触者要继续隔离。